马上为您播出 Men's Talk。泡温泉是我的。你的，我有时候不小心讲出来，是娟姐教我的。是我教的吗？还有觉得我演的很好。不是，我800公斤重，辛劳睡过多少夜的？有没有被撞的？闪鬼啊你！这一段一定要用。是无艰苦，你是无。安威挺研究出来没？我们青阳布丁都吃三个。哦，对，比这句话你一定要学，你是没有被人家打。你是无好人掌柜哦。你是无好人掌柜哦。没卖。明天跟那个陈云安对戏，就这样跟他讲。明天没有跟他去。你下次有接碰了。那你跟妥中华对戏可以用。你是无好人掌柜。哎 ，OK， 就是这样，就是要这个，就是这个态度。转头讲一遍，你是我活人撞的哟。你是我活人撞过哟。来来，我们示范一遍。你是我活人撞，这个上最会上来。你是我活人撞过。有闭嘴吗？撞。其实我不会讲台语。要再来一块。撞。你是我活人撞过哟。多了，这种感觉。你是我很正规啊！你是不是我很正规啊？不是，瑞青阳一定是从书里面拿出一把枪。你跟他刚这边有一个联系，一小块要不要连？要连吗，导演？就是他大概有一厘米，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吗？导演也算不连，我跟你讲，在 PTT 会被骂哦。放心讲，然后央视也看。等一下，好了 ，Thank you， 他果然是关心。我演一个那个魏青阳看到我跟他打枪的那个时候的反应。和角色不像。你觉得他当时那？你以前是这样对我，你也是那个跟我靠那么近，你现在靠别人还跟你讲那么多结拜，跑错台了。我们这是周日的偶像剧，好吗？周日优质偶像剧，周日晚上。这个时候还会再看看那个，你以后也会是同事了。不舒服，小飞，小飞你没事吗？楚医生，今晚我可以养我们小飞，我们家小飞那个为什么会一直吃小黄瓜？他为什么会迷上小黄瓜呢？楚医生，我觉得他可能需要一个深情的吻，他就会康复了。小飞，我来了，来来来。我要讲我来了了了，然后上去，小贝不愿意，给小贝太多空间。先把它推开之后，开始吹一个很大的响，放不下。再往边弄。走开！真的被他吓到了，然后就拼命的躲那个，哇，吹了一下。哎，这真的会爆，你把它吹到会爆那个感觉。哇，要爆了！真的？不行！来来来，小心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开始哦，就对着他吹。我在吹。小心一点。谁猜得出来有鬼？我的歌，笑话。然后说那个，他就是闹你的啦，好吧？跟你开玩笑的。谁猜得到？哈哈哈哈哈！吓到我！啊！魏青阳！再抓一大把。
碰到我的手就是。既然那个手进来了，进来。你知道我儿子的名字吗？我儿子叫儿子的名字叫沙季。沙季，那不是沙季吗？保他！你怎么串都不会啦！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！其实我刚刚已经偷做了几个不对医生。楚河看到，楚河看到他爹说：“哇，我在干嘛？”然后就是所有人都知道，就觉得真是一个很浮夸的家伙。难怪你要在这个地方。刚好，因为我就一直站在这边等你走，你走的时候我就开始。好了，就先做一百个就好了。刚只做30个。那肌肉面变我不用，我是靠实力跟气质取胜，我不用身材。丹尼尔，有劲吗？差不多呢。换了啦。要去哪？那边固定的住吗？经过那，就是那第二集花絮完之后，我觉得算了，我们的帮会已经解散。好，那个黄色的不要太多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串都不会掉。小雨呢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个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再注意一点好不好？你认真串还是会掉，但是你不认真串是不会掉的。能穿都穿了，不能穿的也穿了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你举得出来的都有来，有，有，哎，有，我给你不同的情绪，朋友们。是不是我的错觉？你觉得水面的水不烫？别花三月向阳州，你在冲热水。哦耶！哦耶！恩公，哦耶！太好了！太天真了，太天真了，梦爷！太天真了，梦爷呢？叫来，我来，可以给一点10块的冷水，10块就好。听说火焰山的火又起，怎么回事？花花公主，牛魔王，去扇了两下。头发十年飞起来了，我想到了，上联是遇水则发，下联是遇热变虾，横批是温泉会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爱上哥们要带大家来逛街了。今天陪大家逛街的是哪一个帅哥呢？噔噔噔噔，你好，你好，下半身来了，下半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今天跟少翔约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在东区很棒一个就是买手店，然后叫初一十五，然后少翔他是模特的身材，所以全店的衣服他都非常适合。这种颜色的配色就是也很中性，有黄色，有蓝色。加上基本色是灰色，对，所以还是很舒服，然后是一个很 balance 的颜色，对，所以男孩子其实就是到秋冬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不知道怎么样穿搭，嗯，我很激活的再给你一个包，这包呢它很特别哦，它这个皮革整个是天然，然后就是柔和出来的颜色，所以它是非常，因为现在讲的我是要环保的概念，对，所以它这个皮革是很特别的。好了，今天少翔为大家示范了两个。一套衣服，然后两种不同的，在爱上歌里面的穿搭。所以你在船上说的是都真的。那这杯咖啡就请我喝吧。拜托嘛，其实我有一种病。
实我真的是不喜欢。